那你到底家来？啊？那你到底家来？啊，还有便宜吗？啊？等下过来位啊！我以为你住西龙寿呢。我伊伊个伊个社会金，社会金现在有钱给钱给补助啊。啊你？给我给你做补啊。啊你有水煮啊？有啊。在倒位？我们要低收啊，你们要低收入户吧？不啊，就是低收入户，爱用那个 ID 的哇，爱 ID 哟，那个做什么？啊，你那也到你家来？啊，这赶紧让我们出来，哎，稍微你那老讲的，伊讲你接刚刚税收在付钱啊，对啊对啊，给你补助哦。啊，你税收啊多少钱？一个月6000，太贵哦。啊，一间房间尔嘞。套房啊是安怎？哎，套房。啊，里面什么都有啦。嗯。你讲2000是包水电吗？那是无。6000没有，他从房屋包啊。哦。啊，有几多位是几个月？现在那个最高的那个，你说你要是？是啥物人处理你的代志？耶。业余金，业余金啊，对。业余金以观众啊靠的人还不是。我刚刚说，那刚刚说还是。我已经那么贴心了，不错啊。哎，本家我到我到啊。哦。哎，刚本家我刚讲哦，我不能再这样。不给我签进去，那房东说不行了，那叫麻烦了。啊，麻烦，结果就我朋友在市营区，我就到市营区去干房东，不能签。啊，他就另外再给。你是不是家里的庙来在不是哦？我家有个租户呀。哦。起码个几家呀？啊，因为我不给我签到房东那边嘛，他说。对。哦。市营区那是人在了。户口较大个所在哦，爱做会啊，这一档。对。无安尼无多啦。对，他是社会局在那边小姐姐小姐，你就是要去住老古店，啊你们一定要住在那里，他说将来会来查。对啊对啊。应该是不对对对，但他叶小姐有这么讲明白，他说你如果没有在那里的话，他就会来我给你停掉。对。所以我。那一边传的几多位？我你拜火龙做狼头啊，吼！不会，我现在很多人做，我都没有让他们钱都去了，因为我是没有地方睡，他们没有。你几岁？60啊。你那是满65岁，搁较悬哦。十来个叫老人啊，他那个公文下来不是这样子写哦，他公文下来说，你现在你有低收入卡吗？我看见，有啊，我看，我就知你领了偌济啊，一个月8840啊，那你剩2000多块生活啊？你有残障手册吗？有啊，哦，我跟你讲啦，这边款哈，你65岁哦，过去申请一摆，比骨较悬，安尼哦，65岁叫老人嘛，老人可以当补助。安尼哦，所以讲你会记的吼，你摸了，你好啊破啦，你若是摸了65岁，你会记的，好啊，多去一摆。不是上次叶小姐她给我讲说，你现在不住，就是在新竹，她那时候跟你讲。对，你现在不行，因为还不是老人啊，你若是摸了65岁，过一档啊。她那时候给我申请出来吧，她就给我讲说你现在。对啊对啊，这门就是现在。他那个会叫老人嘛，老人都有补助了。还可以再申请。所以你满65岁哈，就可以再申请。你现在做什么人做？你这头都没有。对啊，你在痛风，你要怎么办？以前动了都脚都不能走。所以我说你要满65岁，还可以再申请一次，又再高一点。哦，对。好。一个镜头，因为他要购买。我是十八次的啦。对啊，那是上什么？社会局的。社会局补助的啊。社会局补助。嘿。做到上面的。社会局补助啊。伊有痛风啊，有啥物毛病啊？对啊。有迄啰。对啊。啊，搁趁钱趁少啦，算对啊。我做了30年啊。你做啥物30年啊？
你几岁啊？老古妹啊！你做这工作啥子？啊，不简单哦。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个。老古妹啊！你成功，阮老的嘛，阮老的是重度的，重度的偏障。你户口多位？啊，户口多位？户口是伫淡水。台北县的还是台北县？我甲你讲吼，北县市我唔知啦，因为台北市我较熟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今日是要了解讲相关差不多是应该。行政命令应该差不多吧？哦，不一定哦，审核的标准都不一样，所以你要问淡水的。你做三十几年报备啊？你做三十几年报备啊？我看你都自己画的啊，足趣味的呢。不简单哦，做三十几年。对啊，哎，足忝的呢。你是报备啊？你做三十几年了呢？你拢家己画啊？爱吃淡水来，是来吃。我不知。你也讲，你拢叫伊。啊，伊就手机。啊，人奈奈在要找你。爱个专业的啊。哦，怎么联络他？我呀，做古风老经验。老经验。好，人奈安怎找你？我来找你啊，你专业的啊。人奈在要找你。人奈要找你，找你个专业的啊，你当做个啊。哦，人都卡你个机啊。他耳朵也听不到。哦，一大堆，你在？那就是三只。哦，他每年能够看到啊。都是跑三只而已嘛，别的地方没有。他用专业才。哦，上到几？你这号算嘛？三十几年啊？阿姨听无啦哦。不是听我，他也重听的、啊。他重听。报备啊！啊，这部无看到你啊，因为伊在做西龙寿的。我在船上找了好几天，才找到来。你残障是什么等级？中度还是重度？中度。我现在连这么普通中。你有房租补助吗？没有。你有付吗？我像房东每个月证明自己才可以，那我就没有办法。可以了，6000块钱啊，省吃俭用还是可以的。好多了，比以前好多了。你朋友找你？啊，我叫你啊。好，那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谢谢你。后背啊，对，看到那化妆很有趣，就开始拍。睡你。
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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